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忙碌之后，我们一起聚集在主的殿里面来敬拜天上的真神。我们也一起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学习。下个月二十四号到三十号是我们北台东教会的灵恩布道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一个安排，在这一周当中。 我们有一个宣道的一个主题，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有两题两节专题的一个讲道。明天下午我们有诗歌的布道会，然后星期天我们有一个福音茶会。盼望我们能够再一次借着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工作，对彼此来做一个提醒，也让我们把握在联合布道会之前的时间，将福音的工作。 来发挥，并且将福音的信息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手，将它传扬出去。今天晚上，小弟要以“心里着急为题目，我们一起从一段圣经当中来思想。请翻开《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 我们来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新约圣经》一百九十页，《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心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阿门。 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段圣经当中一起来思想，来学习传福音的心智。明天我们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段，保罗在亚略巴古的见证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样传福音的。在这段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保罗现在在雅典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我们从前面一直看下来，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其实保罗有点像是逃难般的跑到了雅典，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开始，哦，在这里记载着保罗他们从十五章的后半段开始，一开始就是保罗第二次到国外去传福音，而保罗他们第二次到国外去传福音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福音的。 开拓有一个很大突破性的突破性的一个开展，就是从亚洲进入到欧洲，哦，从亚洲进入到欧洲，而这个记载在十六章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从亚洲进入到欧洲，并不是保罗他们的计划，而是圣灵的一个带领，因为他们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 因此，从十六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福音的脚迹跨进到欧洲当中。第一站就是到菲利比，再来就是到铁撒奴尼加，然后到庇里亚，一直到雅典这个地方。而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其实都可以看见，不管是在菲利比或者是铁撒奴尼加、庇里亚这些地方，事实上，神都与保罗他们一行同在。因此， 他们在这边都大有斩获，福音的工作、福音的信息，其实就在这边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看到，保罗写信给菲利比教会，保罗写信给铁朗农尼加的教会，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前面这段圣经可以看见的。但是在福音得以大大拓展的同时，事实上保罗。 他们也遭受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和逼迫。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菲利比这个地方被抓到监牢里面，也因此才有禁足的一家后来来受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受到了逼迫。在铁扫罗尼加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一般认为，他们在铁扫罗尼加的地方停留很短的时间，因为。 提撒尼罗尼家有一些不幸的犹太人，嫉妒保罗，所以想尽办法要来哦迫害保罗他们，所以呢，他们才又跑到了毕利亚这个地方。但是来到毕利亚的这个地方，虽然这里的人也非常的追求，我们常常引用这段圣经，在十七章的十一节这个地方说，毕利亚的人比提撒罗尼家的人。 更追求，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的查考，要知道是与不是。哦、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的那份热烈追求的心。可是保罗在庇里亚这个地方，其实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呢，铁撒罗尼加那些反对保罗的人呢，又追到这个地方来，哦，所以他们只好又跑了。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些经文的记载当中看见，其实保罗一方面在传福音，但是事实上他的脚步很急切，也很匆忙，不是只是因为他福音的那一份热忱，更是因为逼迫，其实不断追着他跑，一直他跑到了雅典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从前面的经文可以看见，其实保罗有一点像是逃难，和跑到这个地方。 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一些长辈，其实可以体会，就好像早期从大陆来到台湾，绝对不是来这边观光，不是因为考察这里很好，所以决定要搬来台湾，而是有点像在逃难一样。而那样的一个逃难的心情，我们把它放在保罗的身上，却会发现保罗的表现跟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十六节的这个地方，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在这里等等谁？等提摩太、等希拉来到这边汇合。但是他在这里等的时候呢，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在雅典城看见了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他就心里着急，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 好不容易有一点平安平静的日子，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的反应却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他心里着急，因为他看见了满城的偶像。那接下来我们在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保罗心里着急之后，他做什么事情？他开始上会堂，进会堂去跟犹太人辩论道理。 然后呢，到这个公共的场所，雅典是一个非常进步、发，之前非常繁荣的地方，他们也有非常好的那一种氛围，就是就如同二十一节这里所说的，其实他们很愿意对新知识去追求了解，他们很愿意在很多公开的地方去讨论一些他们不了解的东西，而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保罗来到了雅典，一方面进会堂去传扬耶稣基督，一方面呢就在公开的地方跟这些不是犹太人、不认识耶稣的人在那边辩论道理，然后传扬福音。到最后，这些人邀请保罗来到雅略巴古，一个公开、比较正式的一个场合，有一个机会来跟他们介绍。 到底保罗，你到底在传什么、啊？这是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的。而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保罗心里着急。当然，中文的字眼，其实我们都很能够体会什么叫做着急。小弟的传教娘是开服饰店的啊、呃。小时候，小朋友上幼稚园、上小学的时候，大概四点下课。 我们都要去接小孩，在这个时代当中，可是有时候客人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离开。那我相信在做当做妈妈的，其实能够体会，你明明知道现在要去接小孩，但是呢，你现在没有办法离开，你一定非常的着急。陈道娘自己说，有一次他让小孩子在那边等了四十五分钟，因为客人一直不走，甚至有时候连老师都把我们家的小孩送回来了。 可是，传道娘她就描述她心里着急，那个状况是什么？心跳非常的快。这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小丽的爸爸搬来鹿港跟我们一起住之后，这个状况才解除。哦，所以着急的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应该都很能够体会，绝对是不是很心平气和的，然后心跳加快的，甚至是冒汗的。 而保罗在这里心里着急的原因，是因为看见了满城的偶像。这对我们来说不稀奇，因为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到处都是偶像，包括在我们北台中教会旁边那里也转角也有一个所谓的天上的圣母的一个庙宇，小小的在转角的地方。而在台湾，你要买房子，方圆一公里之内没有。 庙宇或者是相关的宗教措施，这个叫做好的标的物。如果呢，你的四周围有这一些的庙宇相关的措施呢，其实是嫌物的措施。可见台湾人有多么热爱拜神。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在雅典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都很熟悉的希腊罗马的神话。 其实雅典就是一个非常高度进步文明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的神殿，这里有很兴盛宗教崇拜的一个气氛。而保罗说，圣经告诉我们，他到这个地方，虽然他现在是在像逃难般跑到这个地方，可是当他看见了满城的偶像，他就心里着急。其他的翻译本其实有一些可以让我们参考的。 可以让我们更广泛的去了解到保罗的心。有的翻译说，哦、保罗心里就很难过；有的翻译说，保罗心里呢就被激动，甚至有一点愤恨、愤怒的一个感受。但是不管怎么说，其实我们应该都可以想象那一份着急的状态。而保罗着急的一个表现是什么？他就没有想说我要休息一下。 他就开始进会堂去跟犹太人传扬福音，开始到外邦的地方去跟别人来讨论，甚至来辩论。当然，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相对是强烈的字眼，就是辩论。哦，他去跟人家辩论，但是这个字眼“辩论”这个字眼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能跟我们一般讲的啊，比如说你参加辩论比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也不像你跟人家争吵的时候那样子面红脖子粗的样式，其实不是。而这样的一个用词，在保罗的使徒行在使徒行传当中，其实常常放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描述。比如说我们在十七章这里。 我们在十七章的第二节，这里也讲，他到铁伞罗里加，一连三个安息日就进了会堂，然后呢，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其实是同一个字眼，然后来到雅典是这样子，十八章来到哥林多，后来来到以弗所，其实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经常常用这个字眼放在保罗的身上。 那当然，辩论这件事情有时候相对来说是让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激烈的，但是这个激烈并不是在情啊、呃、那个义气上面的一个激烈，或者是在情绪上，甚至不是在这个血气上面，而是呢，他对传福音有一种急迫感，他对传福音。 有一种想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事实上，这个字眼其实在保罗的身上常常都出现，但是有时候在翻译上就会让我们比较能够理解。比如说，在二十四章，在二十四章，这是保罗后来被抓了。然后呢，在不同的一个地方，二十四章是在巡抚的面前为自己辩护。好，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呢。 我们在二十四章的二十五节这里说，保罗讲论公义节之后将来的审判。事实上，这个讲论跟辩论那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圣经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它不同的一个情境，好有不同的一个情绪的张力。他在被抓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圣经就翻说是讲论。 他没有说这是他在跟巡抚辩论，但是他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跟这些不认识的时候，圣经常常会用辩论这个字眼。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到他心中的那一份急切感，事实上，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有讨论的意味在这个里面，不是只是你讲给他听，其实是有来有往的。 哦，我讲了我的意思，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然后我再回答，或者是有各自表述的一个这个意思在这个里面。总之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未来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字眼放在保罗的身上，并不是负面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听过类似的这个见证，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急切。 想要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最后面呢，却跟这个所谓的慕道朋友吵起架来了。因为我坚持我的，他坚持他的，到最后大家脸红脖子粗，或者是说，最后你虽然变赢了，但是他非常的不服气。这并不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这个辩论当中得胜。 因为呢，它的意义不在于辩论，它的目的是要把耶稣介绍给他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们对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有兴趣，甚至进一步来查考，最后跟我们一样来相信。因此，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这边，你可以看见保罗虽然是经说他在跟人家辩论，但是呢。 尤其是在外面，对这些外邦人、这些雅典的人，他们其实充满了好奇。因此，我们在十九节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当时候的雅典人就发出了一个邀请，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吗？你在讲什么？哦，你讲的东西我们没有听过，好像在讲死人复活的事情，在讲一个叫耶稣的人或者是神。那你可不可以进一步的跟我们说明？” 所以二师姐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很愿意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哦，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的讲述，事实上呢，引起了对方的一个兴趣，甚至愿意邀请保罗在一个公开、哦，更正式一点的场合来告诉他们，保罗到底在传讲什么。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当然，这个跟雅典人很有关系，因为雅典本来就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上面都是高度发展的一个地方。虽然在保罗的时代已经比较相对的没落了，但是他们追求真理的那一份热情呢，其实一直在他们的氛围当中。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得到了一个机会。 来向他们传扬福音。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也可以来想一下，保罗面对满城的偶像，他的表现是这样子。那我们呢？好，我们住在一个差不多也是满城偶像的地方，可是我们在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我想我们都不敢说我们跟保罗一样，甚至。 可能我们离保罗他很遥远，好，这个是我们可以扪心自问的。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来想一想，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反应，而且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在保罗的人生当中，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一直到他要离世之前还是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就好。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呃，二十六章。从《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开始，是保罗后来被抓了。他在百姓、公会、巡抚，最后在分封的王面前为自己辩护，讲得很好听是辩护。事实上，如果我们详细看内容，保罗就是在传扬福音。 那保罗呢，在这个当中，其实两次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耶书怎么样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光照了他，而这件事情他永远不会忘记。而耶书光照他呢，其实是有特殊的目的的。我们看一下二十六章的十六节。 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指示、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在讲神怎么样拣选他，然后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保罗在说神今天为什么拣选我？神讲的很清楚，你就是要去外邦传福音，你就是要在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而保罗从来没有忘记，好，保罗从来没有忘记。 他很清楚的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可以从一个逼迫信耶稣的人，成为一个认识耶稣蒙恩的人，是因为主耶稣拣选了我，而主耶稣拣选我的目的，除了爱我之外，他希望我去传扬福音。保罗不敢忘记，也没有忘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地方说：“哦。” 如果不传，这个责任已经托付在我的身上了。其实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主耶稣拣选他的责任，所以他必须去传。他也走在正在传福音的这条路上，因此这个是我们在保罗身上可以看见的。当然，像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上都可以看见，特别是在第一代的信徒，好，在第一代的信徒身上可以看见这样的状况。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国外去读书，如果我们听到我们的孩子，教会的孩子，不管是谁，可以到国外去读书，我们应该都非常的感谢。 也非常的为他欢喜，不管是去美国、去日本、去英国都不错，因为那里是一个相对进步的地方。小弟有一次听到一个姐妹他们在分享，他们家的孩子去哪里读大学？去印尼，去印尼读大学。为什么去在印尼读大学？他的理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姐妹。 是一个印尼的华侨，他很早的时候就来到台湾，在台湾吸引了耶稣。他为什么要让他的女儿回去印尼读大学？我想，至少我们一般的概念当中，印尼应该不是一个相对进步的地方。可是他把孩子送回去印尼读大学，是因为他要回去印尼传福音。他结婚了哦，他的先生在台湾。 然后呢，他其实应该有台湾的国籍。他结婚了，他小孩长大了，他信了耶稣。他说：“我要回去传福音。”所以刚好是他女儿要上大学的年纪，他们就举家搬回去印尼，让他的小孩在印尼读大学，毕业之后才回来。然后他们在印尼传福音，这样的心智都让我们很佩服。 这样的心智其实不比保罗差，这样的心智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身上可以看见，尤其在第一代的信徒身上，包括我们北台中很多福音组的同工，其实小弟来了这几个月相处当中，都可以听见他们很多都是第一代来信主的，有有的本来是吃斋念佛的，有的本来是一贯道是其他教派的。 但是，因着主耶稣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拣选了他们，因此他们其实心中都是火热的，想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哦，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很常看到的，像保罗一样心里着急在第一代的信徒上面。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来一说明，如果我们不是第一代信徒怎么办？ 但是我们先看《未来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保罗在他心里着急，他在传扬福音。但是我们看一下十八节，这是别人对保罗的印象。哦，保罗到底在传什么呢？圣经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有的人说他们胡言乱语，有的他说他似乎在传讲外邦的鬼神。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我们今天心里着急，我们今天走出去，不管出去发传单，去慕道朋友家，任何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我们都在传讲耶稣。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想一下，你所传讲的耶稣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在传讲耶稣。 可是你在传讲什么？如果我们看这段圣经，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传讲耶稣哦。圣经用一个顿号与复活的道。我们有机会回去读一下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彼得，不管是保罗，他们在传讲耶稣的时候。 当然有神机存，其实随着他们来印证他们所传的道，但是他们在传讲的耶稣的主轴是这样子，他们在传讲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耶稣就是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天上的这位神，这是他们福音的中心跟核心。 他们在传讲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他就是救主，他就是天上的神，这是福音的中心。其实包括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福音书讲耶稣的事迹，但是最大的神机就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圣灵降临了，他们开始去传讲福音。 但是他们在传什么？其实他们都在传讲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可以看一下《金乌》里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圣灵降临那一天有三千人受洗。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就站起来传讲。 所以，从第二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六节这一段圣经，就是彼得讲到的内容。彼得在讲什么？其实彼得的重点也在讲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看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来看保罗怎么传讲。我们看史读行传，我们看二十四章，这个是保罗被抓在巡抚的面前，他说：“我今天为什么会被抓？”他在为自己辩驳，但是他这么说。我们看二十四章的。 二十一节，纵使有，也不过是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的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经文，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传讲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好消息。 我们在传福音求，其实就是在传讲耶稣。可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是：你传的福音跟圣经里面讲的是一样的吗？还是有时候我们传了很久，但是呢，我们却忘记了去介绍耶稣到底是谁？当然，福音的切入点有非常的多。我们明天会讲保罗在雅各巴谷怎么切入，可是不是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状况都是这样子，其实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一样，他对什么样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因为呢，我们就是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状况，才能够有一个适当的切入点，告诉他福音是什么，耶稣是谁。可能开始讲的时候不一样，但是到最后，好，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到最后，你一定要在你传讲的过程当中。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你最后要介绍别人认识耶稣是神，是天上独一的真神，是弥赛亚，是基督。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现在在这里可以很简单的用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但是呢，事实上圣经用很多的篇幅在描述，而这个其实是一个。 福音的信息的核心，这是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去装备的，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我们的木道朋友。哦，这个是保罗他们在传福音的方法，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所有的使徒他们传福音的一个核心。耶书从死里面复活了，哦，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 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传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可以看见，因为保罗就是第一代的信徒，他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所以他心里着急，他心里火热，甚至呢看到偶像他就很激动，甚至呢有一些愤怒在这个当中。但是他的愤怒是把它化为传福音的一个动力，而且呢。 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心智态度去把福音传扬，这是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更多，包括小弟在内，我们都不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有时候，包括小弟在内，有时候我们跟一些福音同工出去，我们都很佩服他们的那一份火热跟积极。我们其实呢，没有办法跟他们比较。 因为那个体验的深刻性，其实就好像保罗一样，他永远不会忘记被光照的那一刻，就好像我们很多的第一代信徒一样，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怎么样从外邦走进到这份信仰，他怎么样从绝望当中走进了救恩当中。这是第一代信徒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但是。 第二代以后的信徒就不用传福音吗？就不应该心里着急吗？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以彼得做一个例子，彼得跟保罗其实是不一样的。保罗是神用神机去拣选他的，但是彼得是被呼召的，是跟在主耶稣的身边，所以那个啊、呃、强烈的刺激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彼得就没有在传福音吗？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之前，几乎是以彼得为中心；十三章之后是以保罗为中心，来述说福音的一个拓展跟圣灵的工作。十二章记载彼得被抓，差一点被希律砍头，可是呢，天使就拯救了他。我们看十二章的十六节。 十二章的十六节，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喜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汉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这里告诉我们，彼得被天使拯救之后，把平安的消息带回来。 但是他没有回到这个群体里面，他就离开了。他去哪里？他去哪里？他去哪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 仿佛其他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我们在这里的重点是，保罗在讲这件事情福一自由的时候呢，他举例，他说：难道我们不可以像其他的使徒带着妻子去传福音吗？然后呢，就讲讲讲讲讲到基法，就是彼得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十二章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后来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去哪里？ 他开始出去传福音了。传福音这件事情，不是第一代信徒的特权，也不是他们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以保罗跟彼得来做一个对比，其实保罗虽然我们后来看见的圣经记载几乎以保罗为主，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彼得后来他也走出去。 甚至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了。比如说，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讲到他在安提亚这个地方责备彼得的事情。安提亚在国外呀、啊，所以彼得其实也走到那个地方去。而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告诉我们说，彼得后来也到罗马去。在保罗第一次被释放之后，他后来也到那边去，去那里干嘛？传福音呢、啊？牧养信徒。 到最后呢，在尼禄皇帝的时候殉道死在那个地方。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不是谁单可以做，或者是他们特别应该做，是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像第一代的信徒，像保罗有被光照的感觉，可是我们可以借着参与，得到一样的感受。 这个是我们第二代以后的信徒更需要去努力的。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有的是一个更完整的宗教教育、真理的规模，所以你知道你要去传福音，但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动力、动机，说我要放下我的手机，我要放下我的休假去传福音。可是第一代的信徒，你不用跟他讲，只要教会一呼召、一号召，他们就主动来了。 因为他们很有热情，但是第二代以后的信徒都知道要传福音，因为耶稣在要离开升天之前，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往普天下去，这不是针对谁，而是针对所有的人。因此，对我们第二代以后的信徒来说，怎么样能够投入在这个福音的工作里面，然后心里着急呢？一开始是需要勉强自己的。 怎么勉强？当教会有福音工作的时候，你要勉强自己来参与，你要勉强自己去投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慕道朋友，你会看到旁边这个弟兄姐妹，他怎么那么样的积极，他怎么样的那么急切，他怎么那么的心里着急。你会想，为什么我不是？可是主耶稣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所以你会被激动，你会被鼓舞，甚至会被吹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长时间去投入，你就会看见神怎么样带领慕道朋友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他虽然不是你的经历，却是你能够陪伴他走过去的。因此， 他对神的一个体验，也就会成为我们的体验。这对我们第二代以后的弟兄姐妹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勉强自己踏出脚步。因此，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以这次的啊、呃、春季的灵恩布道会来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有很多的传单，我们有很多福音的工作。 我们应该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踏出我的脚步、哦？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然后呢，在这个他参与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有体验。不然，以第二代的信徒，包括小弟在内，其实我们都在平安当中、恩典当中长大。我们呢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可能每一次要参加福音工作，心里都有挣扎。 要不要去？还是眼睛一闭就过去了，不用去。我们会挣扎，可是呢，每一次的挣扎都是一个学习。你要想的是，如果你真的踏进了开始，你会受到了很多的鼓励，你会很受到很多弟兄姐妹看见，很多弟兄姐妹看见慕道朋友怎么样被神来带领，你就会有更多的体验。 而在信仰里面，体验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真理的认识跟信仰的体验，这两个是并行的，两个都不可以有缺乏。没有体验的真理的认识，只是一种知识而已；没有真理做基础的信仰的体验呢，是不牢靠的。哦，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所以你会看见彼得同样在传扬福音。 保罗也在传扬，他们在传扬什么？同样的一个核心，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他们同样有神机，其实随着他们，不会因为你是第几代的信徒，怎么来信徒族的有差别。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我们在福音工作上面可以去努力的。从哪里开始？从祷告。对彼得来说。 《哥徒行传》第十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是哥尼流信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事件当中，彼得有更深的一步体验，叫做什么？叫做福音要传给所有的人。而彼得在哥尼流的事件当中，从哪里开始？从祷告开始。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第十章的第九节，这里记载彼得在中午的时候五正上屋顶祷告，在哥尼啊哥尼流信主的过程当中，都跟祷告有关系。在祷告当中，哥尼流看见了异象；在祷告当中，彼得看见了异象，而神亲自动工，带领了这一场福音的相遇。 所以，对我们来说，福音的工作是建立在祷告的基础上面。只有急切、心里着急，没有祷告，事实上呢是不能够成就事情的。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拣选不在乎我们，好，拣选在乎谁。所以呢，祷告是福音工作最重要、最大的基础。 小弟有一次去协助联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在福音的工作上也非常的热络，跟我们北海中很相像。他们也在办福音茶会，他们的福音茶会非常的简单，就是非常的传统，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新奇的。我们去协助的人呢，当然他们本来就有一群工作人员在那边来投入，我们去的人，我们去其实不能够做什么。 结果他们的宣道鼓就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传道，他们大家都在忙，你们没事。他不是说来泡茶，他说我们来祷告。所以呢，我们就找了一间啊、呃、没有任使用的教室，协助的人员就去那里祷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可以看见福音的工作其实的基础是祷告，因为呢神要同在。 神要动工哦，在乎我们的祷告，在乎圣灵的一个工作，如同使徒行传一样，这是圣灵行传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都知道，重要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参与在这个当中。我们的安排表上面也会说啊，安息日早上要提早来祷告，下午要提早来祷告，晚上聚会前要提早来祷告，但是。 我们有没有参与在这个当中？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从这个开始，好、哦，要踏出去一步，其实是一小步一小步，不太可能一大步，好、哦，你要先从你可以做得到的开始，一小步，然后呢，参与从明天开始的诗歌步道你自己要先来参与福音传你要来参与，然后是不是进一步把福音传单张发出去，开口邀请？ 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你可以按照自己现在的状况往前再走一步，好，你可以不用一下子跟那些福音同工比较，因为你会发现差太远，做不到。可是你可以从现在再往前一步，好，现在再往前一步，从祷告可以开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另外一个部分，好好的。 反省一下自己，好，最好的福音传单就是你，好，最好的福音传单其实就是你这个人。当你要把福音传单递出去的时候呢，别人不是因为这张有多么精美，见证有多么精彩，别人是因为你是谁，你是谁？你平常的表现是什么？你是我的同事，你平常在职场的表现是什么？你是我的同学。 你平常的表现是什么？所以他愿意接下这张传单，他愿意花一点心思来参加我们的布道聚会，所以我们才是最好的传单。好，你要邀请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今天的表现不怎么样，我们连开口都不敢。好，因为别人可能对我们很熟悉。那这是我们在福音工作上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句话这么说，他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同样的，宣道是牧养的表现。如果我们的牧养的工作没有做好，弟兄姐妹没有像一个基督徒，福音的工作都是打高空。因为别人即使来到了真耶稣教会，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符合圣经里面的基督徒的形象，他其实不会停留在这里。 所以，我们才是最好的见证人。就好像我们看到保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就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逃难的时候，他在意的不是平安，不是休息，是为了满城的偶像，为了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那里努力。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福音工作上面都可以努力的，都跟我们有关系。 一场的福音聚会，不管是布道会、福音茶会，或者是一个两三个人的一个福音的分享，其实都跟我们有关系。你有没有在这个当中尽一份祷告的力量？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让人家看见的时候像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往前走的一步，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 从神的话语当中重新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像一个基督徒，像保罗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是蒙主耶稣所拣选的。环境怎么样不知道，有没有越来越好？可能没有。保罗也是这么说的。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十章。 《金刚太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从第二节看起。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傅，并且眼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交代。保罗知道他走不出监牢，他要死在这个地方了。他告诉提摩太说：“世态炎凉。” 环境恶劣，这不是过去的，不再像以前。但是传福音这件事情是我们的职分，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愿耶稣带领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再次得到激励，得到力量，让我们一起踏出福音的脚步。我们一起来唱诗，两百八十一首。